啊，今集 L Mystery Box 嘅主角咧就系 Hogan 2022春夏系列最新运动鞋啊。除咗我哋着紧嘅呢两款之外咧，仲有 Hogan 2022早春 H597 系列超轻量女装运动鞋，同埋 Hogan Rebel 系列女士运动鞋等等。冇错啦，咁我哋盒入边咧就有唔同嘅风格嘅穿搭啦，我哋就会抽出唔同嘅 scenario 去配搭翻 Hogan 嘅鞋同手袋，去衬出唔同嘅造型。Sorry， 不如你抽先啦。好啊。初次約會穿搭，好到我。週末野餐穿搭，好，準備好未 ？OK， ready， 開始。嗯。想喺第一次約會令人留下好印象，可以試下 crop top 襯開叉半截裙，另外再襯一件綠色嘅外套，俾人一種率性嘅街頭時尚感。另外，我揀咗呢一對 H597 系列女裝運動鞋，輕量跑步鞋風格嘅設計，加上特大波浪邊用面皮革製成嘅 H 字母，更加突顯型格個性。而除咗我揀嘅呢款之外咧，另外仲有四款嘅配色，適合配搭唔同風格嘅穿搭。配色方面咧，我就揀咗呢一款 Hogan H Back H 字母飾扣，經典又有標誌性，再加埋副太陽眼鏡，就完成一個活力又有女人味嘅造型啦。咁喺野餐嘅造型方面咧，我覺得可以嘗試今季非常流行嘅 Bohemian Style 啦，再加埋依一個腰果花嘅 pattern 嘅 One Piece Dress 係非常之靚嘅。除此之外，我哋亦都可以試下加上 Hogan 依一件帶有抽繩設計嘅牛仔外套，同埋用色非常清新嘅運動鞋，咁就可以令到套 outfit 更有活力感啦。而一對 Hogan Olympia C 波鞋咧，就係由絨面皮革同埋 Nappa 皮革製成嘅，旁邊嘅一個波浪邊 H 字咧，就令到整體嘅線條咧更加有輕盈感。手袋方面，我推介大家可以嘗試 Hogan H Back 女士水桶袋，而帶有 Hogan 標誌嘅一個 H 字母飾扣咧，就令到成個袋咧更加有時尚感啦。既然 Hogan 今季有咁多款唔同嘅鞋同手袋，不如我哋再抽多次，再一齊襯多一個 look 啊 ，Siri。好啊，咁我嚟抽啦。嗯嗯。先休閒上班穿搭。西裝外套配上短褲，就可以喺依個休閒感同埋正式感中間揾到一個平衡點啦。如果天氣太熱咧，就可以除咗件西裝褸。我裡面襯嘅呢一件 Hogan T-shirt 咧，又係另外一個風格啦。將呢一個索性嘅設計束起，就可以露翻條腰出嚟啦。襯翻一條短嘅皮褲，就可以令到成個人睇落更加修長，演繹成比較休閒嘅辦公室風格。配搭埋呢一款 Hogan Untraditional 鞋款，俾人一種簡約嘅感覺。白色帆布鞋身配蜜糖色鞋底，無論男女都可以輕鬆駕馭。佢另外都有推出 loafer 同埋男裝款式，作為情侶鞋都唔錯噶。最後加上呢個顏色鮮明搶眼嘅 Hogan H Back， 就可以為 office look 帶嚟亮點啦。以上三款唔同風格嘅穿搭，唔知道大家又最中意邊套呢？如果有啲咩主題想睇嘅話，不妨留言話我哋知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